YouTuber 雷拉和前夫育有一女蝶蝶，母女俩互动深受网友们的喜爱。她和现任丈夫汤宇结婚后，日前迎来儿子汤包的诞生，收获大批粉丝的祝福。日前雷拉在个人 IG 首度公开儿子的样貌，模样瞬间引发热烈讨论。她带着儿子去体验游泳，并分享了宝宝初次下水的过程。只见汤包圆圆的脸蛋靠在游泳圈上，脸上皱起来的表情十分逗趣。雷拉也透露，儿子对于这个陌生的体验一开始感到很惊恐，没想后来适应了，竟然直接在水里睡着，让在场的亲友直接笑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照片中雷拉和女儿儿子刚好站成一拍，三人高度相似的五官引来不少网友惊呼，雷拉基因太强了吧，孩子果然不能偷生啊，宝宝真的太可爱啦。Bye.